任务完成。看一下蓝进场碰到了马超，但是蓝被重盔勾过来了，蓝接了大招想走掉，但是回推还能再打，蓝在塔下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输出，三连决胜。这一次重盔再勾，勾到迷途晕了一下，但是蓝就地转起来，阿古都扔了个一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蓝先收掉了公孙离。看俺来毁天灭日，清线英雄的话，那还不如上个昭君。这波阿泽闪开，又拉到了，然后大乔脚底下配了一个沉默。哇，不愧是一曲啊！この光の中から私を見つけられますか？闪现闪咬，咬到了李元芳，李元芳倒地了。东皇太一，如果你花太大的大价打东皇的话，可能要被反打。好，打掉了东皇，那这个位置要进行反打了。看一下，提到了三个，再跟上一套爆发伤害，收掉了人头。大减速，只剩小月一个。忍风先推，二技能没丢中，没关系，跟上一发。那可露露的一拿到了三连决胜，刚才这波团四连超凡的那可露露。